今天是2020年7月1号，也是政府开放泳池的第一天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到了一家酒店的汉肉游泳池，看看现场的情况。哇，太阳很晒哦！哇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婷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么今天是2020年7月1号，也是政府开放泳池的第一天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到了一家酒店的汉肉游泳池，看看现场的情况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就是这里是会有保安人员啊，然后有 lifeguard 在驻守的，他们也有戴上口罩，所以在安全措施方面呢是做得很好的。那刚才在 reception 那边呢，他们也是会有工作人员戴上口罩给大家看一看。这个穿上橙色衣服的 lifeguard 呢，他们就有戴口罩啊，就按照政府的标准作业程序。在游泳池旁边也是会有，然后他们的员工也是会有可以戴口罩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泳池的条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下水去游泳啦。没人哟，我不敢走，我去玩那个 slide。 我带你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滑下来，滑下来，用手推出来。没有，不是太凶啊，他不，尾是被卡着，尾是被卡着。Thank you.
到此结束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你是拍我还是拍你？好吃啊！好吃啊！哎，我打工资来了。有啊。